今天天气真好呀，我们歌德也出来晒太阳啦。小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校巴歌德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两辆车路过了，里面还装了满满一筐的糖果。真羡慕越野车有那么多的糖果，我们的水泥罐车怎么也装了这么多的糖果呀？他们为什么都拿的糖果？我们的校巴歌德好好奇呀。这个时候我们的消防车也来了，也带了这么多的糖果。为什么他们都拿着糖果呢？好好奇那些糖果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要去问一问。我们校巴歌德决定去问一问消防车。消防车，消防车，你别走，我有个问题好好奇，想问一问你。你说吧，什么事情呀？你们怎么每个人都拿的糖果？你们的糖果是从哪里来的呀？看起来好好奇呀。啊，你翻过那座山就能看到了，里面有好多糖果呢，而且都是免费的，你也可以去拿呀。还有这么好的事情，有免费的糖果，那我也去看一看。我们校巴歌德决定也去看一看那个有糖果的地方。刚才我们的消防车说，翻过这座山就可以看到糖果啦。出发，我们校巴歌德开走喽。我们校巴歌德抵达了这个满都是糖果的小山坡，这里的糖果还真多呢。多用英文怎么说呢？ Many 多， Many 多， Many 多。我真是太开心了，我也要拿一些糖果回家。我们校巴歌德看到了这些糖果好开心呀。开心用英文怎么说呢？ Happy 开心， Happy 开心， Happy开心。悄悄告诉小朋友，我拿了一个大篮子就是为了装糖果的。原来我们校巴歌德拿了一个大篮子呀。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校巴歌德拿的这个篮子吧。哇，还真是好大一个篮子呢。篮子用英文怎么说呢？ basket 篮子， basket 篮子， basket 篮子。让我们一起来装糖果吧。糖果装好喽，我们小巴歌德打算拿着糖果回家。让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篮子放在我们歌德的车顶上。小朋友们再见，记得点击关注我们，让我们下期再见吧，再见。